恁倒一个上班时间的时阵，甲我讲啥，我来讲无啊？还是恁爸见烂，还是恁爸安见烂，还是恁爸安结破？无，借问一下，恁即马是敢针对，是针对安怎？唔知要安怎？迄、那个囡仔哦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。我个囡仔讲，伊一个月来做工钱，一个月拢赚400,000呐。伊后讲哦，伊即马也等于公司呐，但我唔知伊啥物堂口啊，我唔知。然后伊讲哦，伊只要等于公司哦，钱摕免钱啊。对啊，啊伊甲我讲啥了？讲哦，伊来做工钱一个月拢赚400,000呐，包括今嘛买单赚400,000呐。但是我唔知呢，我安怎想拢想袂通呢，对啊，对啊，啊。无啦，我这個人我是未直接甲输路啦。我讲，你可能看到讲一个月赚400,000，我是歹势甲讲，你知道？我后壁迄门哦，要弄一个未开啊，你那个换一个新的无？啊，后壁啦，你看下这俩，吓，反正规组换新啊，30,000啦。所以你们觉得我应该要跟他重点你鸡巴你撞过你就只好你别做袂爽。可是我这个人我会去容忍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会去甲你容忍，你知道吗？我袂讲啊，啥小啥小，你敢知我意思？你看恁爸啊，白痴！恁爸妈看你敢智障诶！你敢知影？我白痴安怎？我安怎白痴？我转过，我该转过，我甲转过，我足正经诶啊！该转过，该安怎安怎？对无？我叹气好怕，气！啊，请问者，你一个月要叹气个爸爸，你娘鸡巴，你来遮要怎？来做工要创，恁爸一个月恁爸不到赚400,000，教恁娘，叫恁爸来做工，做恁母爱地啦，做恁母爱地啦，干，要搁有闲搁陪你咧做工，教恁娘，搁人叫人气甲要死，讲话趁门真小啊，对啊，要他骂伊，伊讲咧，伊讲伊意思讲哦，伊一支吹啊，哎呀。一支嘴讲话，200,000 OK 啦，我会听伊啊。听你母啊，鸡巴啦，听干！我即马讲后壁迄个门哦，我叫你弄歹啊。恁爸讲，你即马随干要处理，教恁娘，恁爸阁唔知你有啥处理无？我听恁怎，我爸、啊。后壁你对门好啊，换新的好啊。我即马无在开啊，敢要换一块新的？卖讲450,000，450对你来讲简单呢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跟他强碰嘛，去洗他的脸嘛。对啊，不用，因为我这也唔是咩好车，有物件家己看有就有啊。真正听无啥话呐，哎呀，规工的。人家讲动就讲要使，人讲使就要动，人讲跌就要坏，人讲坏就要跌，啊，真正全部拢放互你做，到搁袂用干的。人讲工课就好啊，足简单的物件，足简单的物件，别人边仔拢做，恁看一模一样，你消防旗啊！真的啊，人家都做给他们看了哦。
对啊，我天天很生气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旁边人家都做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你看了，对啊，那你还不会看就算了，干你娘，你别来吵啊！干你娘，别也无加赚你的钱啊！你娘别来吵吵，你莫鸡掰。所以是你影响我做行业呢，不是恁爸影响你做行业呢，大哥。嘿，旁边人家都那个积木倒给你看呢，旁边那个积木啊，像咱较早咧打工，你知道？人家修理爬青高，你知道？我看到做服务员啊，变做内底咧维修的，我较早嘛唔捌啦。我较早有很奇怪，靠背啊，这边这机台物件就好诶。我就看倒边这物件是歹，啊有方物件你看，啊只换诶，啊无问题，啊搁换后一个，搁无问题。那物件互你看，你看无一模一样诶物件。啊、看无袂要紧，人甲你讲，佫无要听。甲你念字捌印出印字，字捌的甲你念。我娶恁家呀，那人干。啊，人即马要搭车道，你都要掠平都好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要作品？那、啊、你左右好像有歪掉，歪你母歪地，你先掠地的好无？直直好，较来抓欢的好。直直抓袂好啊！你那鸡巴，你要管人欢的，那管人你那鸡巴人有物件掉了来啊！啊，地哥啊，你当我塞地哥都帅啊！我当我你塞，你敢我都塞？佫袂用干晒，袂用干晒就算了，佫带给别人的危险就算了，还带给我们没多少人，还带给我们的困扰。鸡巴，恁爸咧做行过，恁娘恁爸佫爱家咧救哦，我欠你的。我是咧钱我领的。前几天就干到人家赢了，没被讲，算了，一个影片，嘻嘻，都是，嘻嘻，都是。我到大货车执照了，我吊挂执照了。哦，汽车驾驶执照，即马什么小拢无，因为恁爸啉酒，无就无啊。你若有较早阁实在话，你嘛知影，你要较早去塞地瓜，迄一个场地真正袂算啊跑跑卡丁车呢。阮载了全部拢四五十万起跳呢，拢载酒呢。我看你比什么高人，反正甲比嘛是啊。啊，规工哦，透早出门哦，应付你，啊，伪装自己，足忝的，真正足忝的，对啊。你若无介意我，你就直接讲新闻啊，我无介意，都好啊。避小避屁避东避西避小，你避屁，当作恁爸看无？敢当我看无？
还是当作我是头壳是白痴，还是智障？我有一句话听，今仔你也对我有啥物疑问啊？从啊，为什么你不爱用你的名？为什么你不爱敲电话我？为什么要用一个囡仔？会送啊？啊，讲遐有诶无？啊，讲煞物件拢免承担，结果讲煞物件恁爸爱承担呢？哦，夭寿啊！太巧啊！真的啊！真的啊！然后隔天，其实我拢知影，那么差不多状况都位啊。你看还要假，假做，无啦，什么其实啊，千错万错，恁爸亲们来错就对啊。啊，所以你让我无欢喜，我袂使让你无欢喜啊！你让我无欢喜，我让你无欢喜，你袂该死的。至少我敢说、敢做、敢当，你们敢吗？所以我平常想不无啥讲话，无啥爱讲话，反正我不哔哔哔哔的哔的，反正搞不关你，你啊奇怪，你别人想去倒位想，是恁作介来找我，我都想无呢。你做恁娘啊！啊，物件我什么啊，该安怎啊？我嘛是建议做做的，拢互恁啊。但是恁应该是看出讨厌的，无论恁爬到什么所在，恁大家拢看恁要讨厌。啊，什么啊？真忝的，真正都忝的，为要赚那几千块，安尼真正都忝的。然后我再举例一个，那是你们自己讲的哦。比如说你在调料，哦，你在调料，你用你的方式，你学习的东西，你的想法，你在调料。那刚有一个同学跑过来，啊，你应该安怎？应该安怎？伊老公伊生气哦，是咧哭，无你爱用啊。同款的，一模一样的物件发生在恁爸身上。你插潲恁爸爸安怎讲？你切菜恁爸爸安怎调？反正卖互你欠了就好啊嘛。你鸡巴，你插潲恁爸爸安怎调呀？但是他把一模一样的东西再给我，我想无咧。然后他给我之后，他就说：“你应该听人讲哦，人甲恁讲安怎，你就一定安怎。”我唔知道我要讲啥，我就插潲恁爸妈调，干你娘！恁爸物件调起，恁娘你有物件通做，恁娘几摆物件卖六块，干你娘卖拍死人好啊！你插潲恁爸妈调。对啊，你有控制欲啊！你们都很喜欢去控制别人哦，去得到自己的喜悦感，是这样吗？那当这个东西去附加在你的身上，你也会排斥啊，你也会不喜欢啊。你不喜欢，跑来跟我讲说干你娘！那结果你自己做的事情干你娘，跟他们他妈的干你娘，不是都一模一样？你懒趴的趴烂了。人，很好玩的一个动物了。反正我不管了，我今天酒喝又
讲啥笑，反正恁爸明仔载要去啊。我唔知恁爸讲啥笑，系啊。反正做完过，做简单，卖我操，物件交代我，我不就去做做煞。你规工恁娘鸡巴十八九个，你都唔去看人要创啊？你规工要来催我，是你有病，还是我有病啊？无我想无咧，嘛毋是一个团体是安尼，是所有的团体拢安尼。到底是问题是出伫恁爸身上，还是伫倒位？无该做啥做啥，该创创啥，该用啥就用啥。奇怪，想无呢？真正想无啊！啊，该做啥，我就赶快在这个七个小时、八个小时时间，赶快把它做完成，就是这样。我想话就是简单呢，包括啊，无恁带头的，无带头的，我比如讲啊，今仔拄好啊，那紧，创好。人莫受伤，紧咯，会使做偌济，咱做偌济，就安尼嘛，足简单诶嘛。有啥物足简单诶物件，你莫创啊足鸡巴，你足复杂诶安尼啊？你是很现实生活中遇到人，你们不是网路上那一些人，你知道吗？说话妈拍拍屁股，我去睡觉喽。小李要我干，你又不是。你讲哦，阮头家甲我考核啦，啊，你甲我观察啦，哦啊，在我现在是留校查看啦。其实我心内是讲，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我干脆不要。归去卖啦，因为你忝。为什么你卖去考核一个人？哎，你会使袂使袂使，再先拜拜就好啊，对不？钱送上就好啊，对不？等下我要观察，我没有你讲这句话给我，我听起来，我刚刚你在跟别讲诶，我听起来我是讲你想问一下，你跟我讲啊？你在恐吓我？我听起来是这样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人的感觉是怎么样。我听起来，我觉得你搞恐啊！我听起来就是那样。我叫时间一到，我该做啥做啥，该创啥创啥。我会当做别人啊坐，我会当做别人啊听，把人讲啥我讲啥。做啥？安尼借问一下，安尼是够甲恁解掉了，还是安怎？还是真正个人玩的？无你咧讲出些物件，我听啊，对不？然后啊，你扛过物件，你卖讲网络，我卖讲网络。哇，现实啊！你娘，你敢有人会动诶？讲讲话，我唔像恁，恁娘几摆外口，恁娘阿爸要甲人堵刀，恁娘阿爸要甲人创空诶。我唔是种个性，恁娘你要叫我恁爸甲恁公个性啊？我无倒啦，我真正做袂到啦。我有啥物代志几摆咧干？我在我的网络，我在我的直播，干我啥物袂爽，我直接讲。我嘛无解到恁带 WiFi， 你听了袂爽，恁带的代志。我不是安尼啊！啊，你今仔要用工课，哇，真正要搞我家己的个性，摕去工课的话啊，你无人会动的啦。安怎？我爽快是家己手机啊！你我出小头家有咧看，我出小恁娘。头家有咧看，我出小有员工咧看，恁家的代志嘛，我只要
上班时班一到，我做我家己该做的工作了啊，我对头家交代了啊，我对我家己的交代了啊，我才晓得恁什么想法，就是恁真正一个人，一个员工就是同事哦，恁别跟他做袂爽，袂爽是安怎？恁好了啊，恁好的时候，你有才晓得别人好无？恁好做的时候，恁敢有想过别人好做无？都恁好做就好啊，恁免出力就好啊，恁免夹，恁免扛就好啊。啊，别人爱扛爱夹爱啥小，所以恁好就好嘛，唔是伫遮尔啦。我为打入来工地吼，90%拢是安尼啊，所以我做习惯的啊，我早就做习惯的。我因为你，还是因为啥事，还是因为我今仔心情无，还是因为你心情无，我明仔载免讨价吗？没啊。那为什么不合力大家去好好把这个东西去把它壮大呢？啊，听你勾心斗角，你兄我弟，我鸡巴的，你吃饱先用啊！你出时我下班了哦，你下班你干哦？你来阮兜找我，我下班你干哦？我下班你来关心我。到因为我下班了后的代志，你娘你会改变安怎？无嘛，我们的接触就只在工作上面。那我们工作上面，我们就是把工作看怎么弄好，怎样弄好，弄好，弄不好就弄不好，我倒啊，干尽尽力都好啊，对头家交代都好啊，我尽力啦。像今仔我嘛想要干你啊，规个拢创好，啊我倒啊。啊，都几个人做安尼啊？什么人做什么工课？什么小几个人做什么工课啊？做地下室真正都无大，真正人做干安尼尔，副驾不倒做。我你咧做啊？干么咧做？无停啊嘞！很喜欢喝完酒然后去工作，但是不能过量，不能像现在一样，下班的时候。下班就会过量，我就无动啊。去上班我会搭搭捷，你嘛哦，走跑了，来给你，去冲，去走，很享受那个。你什么都不用去想，你什么都不用去烦恼，你就一直去冲，一直去做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当这个东西你去做，哎、欸，好到最后哎。欸很赞，很爽哎、欸！多呢，我这样跟我家复杂，对不？掉了掉了啊！升级升级啊，听个听个啊，要创啊创啊！这是这困难的啊呢！你们的功夫那是你们学到，你们比较细心。你们愿意去学，那是你们的优势啊！不要整天来找我嘛，关我屁事啊！对，那我昨天、前天、前天去那个，你靠北哦！你娘鸡巴！你六七楼，你娘你恁爸在一楼，恁爸听有咧讲啥？啊不，你娘钱啊！伊干，要不你提起？我乖啊，我乖，我乖个嘛提起啊，我听无。你做你肥啊，啊肥肥的，啊喏，啊肥肥的，你做你肥嘛，你肥肥的呢啊！我这当时鸡巴金刚，你别走，想要走啊？你啊，敢鄙视的？我现在刚刚北西耶，你看你，老顶，都爱淡薄时间处理。
明天啦，下卡什么徛了什么十几通啊，随时听我等你啊。即马是，我无聊互你做呀，还是我无聊互你安怎？我唔知你顶头是背啥潲，背甲要做袂爽，真正背甲要做袂爽，即马是无物件互你啊，还是安怎？啊！屁话！你娘，你这六七楼，你讲话，你娘恁爸听有？你话甲头啊，话甲脑哦，你娘发炎嘛？恁爸嘛听无啦？我啥你话？你别去白痴啊！你别了海海去。反正我面镜拢有嘛，面镜拢有嘛，徛条有无？有，看到有无？有，写到有无？有，边有无？有，啥物有？恁爸出事后，恁娘你顶管啥事啊？弄完你算的话，弄完你算的话，游戏规则弄完你算的话，你爽的话，你欢喜的话，你造成别人的不欢喜哦，是应该啊。人淡薄让你不欢喜哦，干你娘，讲到到拢袂得咧啦。不要說話了，說話了，還在喝酒啊，還不知道，沒喝酒，沒什麼說出來，還不知道，我只是想要賺一個，可以讓我生活，可以讓我行銷，可以讓我照顧玩意老在我身躯边的人，我只是赚微薄的薪水呢。但是我讲赞的，比人咧晒个不如的感觉啦，一直以来。为什么我一直讲啊，看你娘做人啊，我要嘛要来做应客，你来做看卖啊。这不做好谈的，做歹谈的，歹谈不是因为也他的劳力，他的工作下面好好谈，是因为你的生理，你还要扛这些东西，那心里面你还要去扛得住呢？啊，真的啊，还不是讲还身心里全功呢？你还动那个钱才好谈哦。看你的工地，你的眼睛客客一天四五千，你要去耶，一天四五千，你不要在这吃小，这是问题啊。免讲，对，所以要有公卖局的加持，我才会讲是这样。那我上次是最失智的时候，就是从古达拉这边走的。你敢袂当好啊讲话？人都无看，现主席，你个工地就是有人摔落来死去啊！啊，人即个工地也毋是你个，即摆是帮别人个，咱来吊工，那顺顺啊做就好啊。啊！咱要紧，咱嘛无啊好紧啊！咱白甲白手啊！恁遐几百几工白伫恁遐，咱要哪紧？紧你歪地下骹徛落伫恁遐，记住啦，建设公司啦，吼、哦，老减的啦，徛下骹啦，恁娘老子话，你袂敢一条跳只过，你袂一个半组的饼也无遐尔，干恁娘，你袂讲干啊，袂什么搞？阿莫，我袂使累啊，跳我爽啊，袂使吗？讲恁讲的尊上，恁爽好啊。要一干。
你啊，人的话哦，会听的，塞就会吃。我知你有在看，我为你把这间公司，我什么时阵对你无好嘞？我为你把这间公司，我什么时阵对你大行？我为你把这间公司，我什么时阵跟你指手画脚？无吧？包括后生啊！包括什么鸡巴小都唔知影，我讲的什么鸡巴小都唔知影，我比喻你听啦，你要驾动吐物件起来，你要下斜坡，你有在安尼做？遐你要大家拢对大家拢大家拢都尊重的，我袂因为讲哦，我做偌久。哦，恁爸做偌久？哦，我应该要偌久？啊，我比别人捌较济，恁爸人欺负我，袂安尼啦。阮爸顶多拢去用使啊欺负的。你有对啥物无欢喜，就直接甲我讲啊。你莫用别人的名，公司别人的名，去甲恁爸安怎？阿爸，你家己做好人。我有直接做，无直接做，无差你呐。我无直接做，我爱做无，嘛是爱做。啊，你有欠工无？这头家有欠工，嘛是爱欠工。听我无直接做，你遐人工去做拍照，当然毋是歹，共款我也很屌，啊毋是共款拄袂着，啊毋是人拍会拍烂。刚改着恁啥？恁倒一个上班时间的时阵，甲我讲啥？我来讲无啊？还是恁爸见烂？还是恁爸安见烂？还是恁爸安结破？无，借问一下，恁即卖是敢针对？是针对安怎？是针对恁爸人只有你阻碍啊？啊？人叫啊！啊！人叫你煮啊吗？啊是安怎？我把我今仔人无够，我嘛知阿贤讲，他比较和平，对吧？人吊工的，你娘鸡巴在遐跳舞，你娘鸡巴教你娘，恁爸身价，你有在在遐跳舞？啊？你搁有知啊？你娘，我想讲，干娘，我忙啊，心笨笨的，阿爸要我也笨笨的，啊，看我家看什么新闻？你阿爸听嘞，听着你娘鸡巴教你娘吊工，哦，你娘鸡巴唔知在该要讲啥笑，恁爸干娘教着啊，恁爸我现在啊，你跟恁爸去挥好手。你别来甲人家约，甲你念啊，敢无？输人唔输阵，你知影？我是一个工作狂，我喜欢把所有的时间一到，钟声一响，我该做啥做啥，村里卖也袂管，你嘛管袂着啦。你嘛管袂赢，敢若讲我要互你管，我才会互你管。我袂互你管，你再见拜拜，我无啥。卖讲啥，我应该一道卖做，我也袂枵死啊。所以千万唔通做应该，就我一直来讲，因为应该这物件就是敢臭兵同款。跟当兵差不多了，嗯，
是，我现在这个老板啊，还比我年纪还比我小，他给我一个期望，他给我一个梦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前面虽然很多人给我梦想，但我看见他，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他不是，我一定会好应该弄，他不是。他，我不会讲他会先从你的生活习惯，然后去，他的感觉，但我感觉说，你想好吗？啊，我说，我想啊，那你必须从你的生活习惯去做起。这个东西让我感觉比较不一样。对这个胃病，你看，你娘要擦小你的生活习惯，你娘，你一天干几摆是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让我觉得说，他好像不太一样，感觉啦，我的感觉是这样，对啊，就是我现在的老板，让我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，虽然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。我都知道，我也是听过，我也是烂到不要烂的那种，就是干你娘！我有那种感觉是，跟他不太一样，真的不一样吗？我可以跟你讲我的想法，我为十六岁开始哦，我拢做完鬼嘛，因为我要用。正当的方式去获取正当的回报，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小时候是这样，是后面有没有义薄云天，有的没有，很又发生很多事情。我后面就是一个定义啊，行一郎是行一郎，行一郎是见第一年啊，就是安尼，就简单嘞，无啥物感情啦、啊，二八分天啦、啊，要甲恁带着一起飞啊，飞到月球，飞到外太空啊，甲你念，你别当作那是新种物件，真的啊，怎么会相信这种东西呢？妈的，干你啊，真的，你想有可能吗？我要赚钱，我一定去找我身边的人去赚钱呐、啊，他妈的！赚个油细细，你娘！大家无产无高无实在，你跟我讲，你娘你要带着我飞上月球？真的吗？然后他说：“你要充实自己呀、啊。我们飞向月球，我们要50万啊！你有50万吗？”你别50万，你别跟你娘的底下咧有诶无诶？啊好，就算你别筹50万出来啊，别用招诶，你别用抢诶，好无？50万可以换500万啊！看，急啊！现在啊，我是觉得，我是人生啊，是真的还蛮好玩的。对，那也是好在有那个网路的，很多东西啊，好的也可以记下来，不好的也可以记下来，对啊。那我现在干嘛？我先买什么？我在跟您讲，我嘛唔知家己要创啊，我嘛唔知我家己想要创啥，我嘛唔知为什么我这么坐车，啊，家己手机啊，讲这些干话。
但是我知影的物件是，我明仔载透早目睭一百斤，我家己知影我会创啊，对啊，不敢回去，我不想要这样子，差不多看到我这个样子啊。不想都不想要跟我这样吗、欸、因为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就是英雄横行无阻风雨无阻啦，对吧，很刚强的一个人，我不想要你看你们爸软弱的那一面，以正常来讲啊，手机关掉的话，因为他是需要人爱护照顾，一他怎么讲，他像那个一个花苗啊，对啊，那如果没人帮他浇花，没人帮他培养的话，他没办法就是绽放这样子，对啊，你爸娘很强的啊，对吧，你爸无强你娘，对不？未来未烦恼啦，我啥物失败型，我那毋是第讲实在啊，才知影。对啊，哎呀，会烦恼的话，他不是去担心，伊爱在讲干你，看要安怎，卖加我烦恼好啊，我阿弥陀佛啦，恁爸阿弥陀佛啦。无，我无咧问讲，恁娘个鸡巴伊会使甲咩斗三工，哎，会使安怎？卖互恁爸烦恼是吧？对啊，我想法是简单嘞，免吵我，我带你去啊，带你去啊，恁新来个啊，带你去啊。像讲的车顶，明仔载直接去上班就好嘛，无忧无愁啊。但是唯一哦，干你娘，鸡巴这酒精哦，干你娘是神奇耶，你知道？听说神奇耶，也能勾起你的七情六欲哦，勾起你的情绪哦。哦，干你娘，鸡巴比吃头发爽。与其当个过街老鼠，不如来喝酒，因为可以做自己。你说有没有？就讲诶，你饮了酒会起起笑啊，看嘛，咱卖去人交流着好嘛。对啊，但是这网络哦，咱有时阵咱卖去人交，别人会人交流呢。对啊，是我生得太歹，是生得太缘投。干你娘！恁爸着要用要出头啊啦，都有缘投。哎，心理压力说出来，明天还是一条。我不知道这方式适不适合你们呢、啊，可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我，非常的适合我。从我2019年到现在已经2024了几年过去了，蛮适合我的，很适合我这样的方式啊，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应这个方式，因为这种方式哦，问题会很多，对，你会招来很多那个是是非非的，而且你会很够人玩，你会非常的够人玩。今天啊，足够人玩的，咱看那个足突然的，啊突然，咱突然哩，那为什么你不要讲着？所以，没有你这样讲后，我就没有办法去认同。你讲我心情未爽，但是我会当后壁共渡江。
但是我心情袂爽，我无该拄只吗？我无该拄只，我袂心情袂爽，我开灯来，哦，厝附近买三杯啊，啉啉的，手机啊开落啊，我讲我的，啉我的，这物就是甲恁兜爱着啦。我听了无欢喜，送给你要看，我讲。叫你下班来搞我看，你上班为什么无爱搞我看？啊，到底是鸡歪，到底是恁爸头壳有问题，还是恁？我是知影我头壳有问题啦。但是我来甲你研究，其实恁嘛无足正常诶。对啊。其实我这样研究起来，我也没有觉得你们很正常，感觉啦，觉得想法就是这样。对啊，你不喜欢你就骂我，不喜欢屌我，因为你们跟网络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你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，对不对？你们有很多选择，你们可以去做很多事情，还是我做错什么事情，你们可以讲啊，哥哥可以改啊，对不对？可是。不成为你们给你们背冲康的条件呢？对啊，你点解来？跟你安尼跟背冲，你别讲都袂爽。我到今麦我都无得释怀，真正无得释怀啊！真正。啊，然后很好笑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，横行。无主，横行畏惧，因这物件，因想要创啊创啊，因想要叫叫，想要干就干，想要骂就骂，臭鸡巴！干恁娘！恁爸无人骂，无人干，无干哪？干恁娘！恁爸等于用糟蹋恁娘，恁爸搁爱忍受别人的糟蹋，了后恁娘，恁爸搁唔对。干恁娘！你别一天是赚偌济啊！对吧？刚刚送，你刚刚有送礼物哦，不要送礼物啦。对啊，就是如果有一天就是别人连我那个 PK 的时候，不要说干你啊，这边人数都多人家，干你啊，这输个白痴这样。讲不过去了，真的很漏气这样子。哎呀，有一天呐、啊，哎呀，刚好那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你连我直播给他点下去的时候，哎呀，能休停一下就休停一下这样。哎、不要这么吵，那么这个来，啊又不干嘛？你啊对不对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啊鸡巴单机那条啊呢，那一种。你啊，输他啦！我不就点人把主杀就好啊！鸡巴人赢人赢人啊，坐着人数多，人家那么多，干你娘！讲啊，歹听啊，这边鸡巴一人送一朵玫瑰花，你娘鸡巴就赢人赢啊，够够啊！你娘后边个输人，你娘诶输诶白痴诶，你规工你娘就手机啊开起来，你娘规工廿四点钟找人咧，连直播三票、五票、十票啊，你娘骗规工啊，你娘这种个输伊。你别这规手机关关起来好啊！干卖算了，明天要上班了，我明天有赚钱给你花吗？对啊，我不用担心了。我老婆也是，就是现在老婆，她说：“欸、我也是个怪鸡啊。”啊，我感觉我今卖报了，讲我是一个怪鸡啊。对啊，这东西你不用去烦恼，你只要让我可以好好的睡眠一天的话，也不是说一天啊，睡个两三个小时，我就够了，我都有够啊。嗯，啊，明仔载起床的时阵，忝吗？生理会去影响心理，明仔喏。
上班前先哭一下，我身躯也有酒精哦，我都哭哭肿了，都 power 啦，你看，就是安尼啊，我倒，一直以来就是靠酒精，靠酒精才想那么多。那有时候靠酒精又想很多，反正我不知道，反正现实生活中呢就很简单了，工作就很简单了，把工作做好，能做多少我们就是多少，能做多多我们就做多多，对啊，就这样而已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对老板最大的回馈就是付出我的所有的劳力与心力，我上班7个小时，我没有在想其他的呢。时间一到，共进来6点啊，手机按响啊，哦，我就起来。啊，通常我会很想要赶快出门，对吧？我是越早出门越好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因为越早出门哦，然后到了我们应该工作的施工地哦。我可以喘一下，对，然后好整理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，时间搞好，冲，走，好，做个下班来。我什么代志都没想啊，除了休息时间呐、啊，休息时间也开起来，因底下咧有诶无诶，连笑一下，哦，手机关掉，哦，我开始啊，哦，看什么？哦，啊，黑暗咯，啊，黑暗咯，黑山小，黑山小，干你娘！你莫来催我啦，真的啦！你刚刚干一下演戏啊，忝，演来演去，演来演去，我现在赚2000多块，你娘！啊，不是讲钱嘛，要赚足济啊，对不？啊，你娘啊，哦，干你娘，迄，互你袂爽，干你娘，你会使，你娘钱嘛，干你娘，互伊死，死的意思就是互伊的职业生涯，怎啊叫人冰起来？干你娘，你别怎啊叫人糟蹋嘞？干你娘，啊，你爱忍，亲们啊，你爱忍，啊，你也无忍嘛，就是饮酒的关系啊。干你娘！奇怪，今天有歹谈无？像做歹谈的啦，卖做应价啊！干恁老师的，什么？闲家无是底好个啊？我这背景也是爱做，干无影？行啊，不是这好个，目睭背景也毋是个应付遐个人，干无影。人生，你敢知影？你变作忝个，你讲今仔恁娘恁爸大富大贵就算啦，我讲大富大贵，迄只过啊足可怜个，你连去甲头家借只3000块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第一天，借问下我借钱是安怎？吃喝不要吐粗哦，3000块干你才好啉哦。你敢知影3000块能买偌济酒？你敢知影？拢恁爸啉掉啊！他们一天赚有3000啊！大龙，为什么蔡国贵只听你的？为什么蔡国贵你遐鸡巴的？你讲啥？蔡国贵就讲安怎？阿英，你安怎菜瓜碎碎安怎？所以当作伊白痴哦。
恁娘恁爸无互伊伊要爱物件，恁娘伊有在对恁爸安尼？我无互你快乐，你敢有法度好快乐？真的吗？我互你无好的物件，你就互恁爸做快乐安尼哦？真的敢有可能？概念概念是我多啦，你阿咧登记性诶。甲恁娘，恁著规工恁娘咧看哦。啊，你叫蔡大哥去买物件，你叫蔡大哥提阮，你叫蔡大哥提啥？恁娘是啊，恁爸爸红啥后壁付出偌济，你敢无通看？干恁娘！我直播是安怎？我改轮到外挂，你讨厌我，你来卖看啊？对，是安尼讲？突然我卖看你啊，对不？啊，你看看的，你别丢搞，对不？要拖 YouTube， 你嘛载进去破，恁爸袂讲安怎啊？我来讲啦，啊算算。就算想要甲你安怎，恁娘、恁爸人知恁娘，你甲恁爸抱为虾米人？啊、叫恁爸去甲伊查，恁爸甲无咧美国时间呢？恁爸有咧美国时间，恁爸不如摕来啉酒，恁爸不如摕来上班呢。啊，讲恁爸空囝，像借问一下，恁么四啊六个听我伫遐转鬼啊？到底是咧听安怎？是你们当聆听者，我只是一个想说话的人，就这样那么简单的东西啊！干你娘，叫你母干你娘，别说做复杂的呢。难道我找蔡会讲吗？我难道我找哥哥讲吗？难道我他妈赖打起来干你看人？你我给你安怎？我你别管我，干你娘啦，奇葩！上面擦小烟喏，我滴烟喏是跟伊什么关系啊？够吧，无要等下哦，差不多了吧？我蛮知你要创啊，拜拜，要死。讲完，我这些人，嗯。